都看到了吗？我今晚过来跟你们睡吧，我不敢回去了。你怕什么怕啊？我们又没做错什么。以前只知道他是绿茶婊，没想到还这么玻璃心。都怪你，谁让你说出他怀孕的事儿了？我就只在我们四个人的群里说了呀，他自己敢做，还怕别人说？可你也说的太难听了吧？谁让他嘴贱骂我是鸡？你们不觉得他今天尤其犯贱吗？那你怎么不忍着点？忍？那你们怎么不管好自己的嘴？你们不也骂她男朋友了吗？她男朋友本来就是个变态，要不是你大嘴巴还说那么难听，她怎么会想不开？这下好了，死人了。你说她晚上会不会来找我们？还有她的孩子。神经病，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。你们把全聊记录都删了吗？肯定啊。天哪，那他手机上的呢？会不会和他一起摔下去摔坏了？朋友圈里不是很多现场照吗？这几乎是同一张照片，而且还有一张护士卡。已经到最后一条了，等一下，医生护士都来了，帮我看一下树洞。你看这条树洞，22:13，你再看这条群聊记录，别自己吓自己了，这条消息肯定不是他发的。那我们一直是在和凶手对话了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为他的死负责。熟人